李姐，咱们家是英雄世家，从你爷爷的爷爷那边开始，每一代人都是英雄。你爷爷的爷爷救过圣上，你爷爷的爸爸参加过义和团，你爷爷当过八路军，你爸我抓过小偷，得过见义勇为奖。 可你呢？我，爸，这都和谐社会，我是现在还没机会凸显出来。哎，咱们家这龙坠啊，也该传给你了，希望你。 能继承咱家的勇气。你是不是当着咱家祖宗的面表个态？啊，我，爸，我，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，哎，我肚子疼，哎呀，我。 你这小朋友怎么还打人呢？我就让地上了，怎么样？你凭什么说我啊？叔叔，这不是教育你的吗？叔叔要还手，一下能给你周河力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这谁家孩子？你有没有爹呀？干啥呢？哎，干啥的？不要胡说！不是，误会了，大哥，这不孩子冰淇淋掉地上了。 我让他捡起来帮你叫一下。孩子用你教育啊？你想咋的？不是，不是，大哥，哎，哼，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？叔叔认识字，三大八强嘛，是不是？都是误会，这样行吧？别给孩子做个表率啊！瞧，他爸还手打虎，咋办吧？不是，这样我做个表率，我扔行不行？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孩子好好练吧，将来活成这样，走哪儿都挨欺负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喂，还祖国的花朵，你当这么个爹算是完了？又被人欺负了？没有。 这不刚才小朋友把冰淇淋扔地上了吗？我就教育他一下，然后他爹呢，误会了。我主要是考虑不能给小朋友造成心理阴影，我就想算了。我都看见了。欣欣，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 我也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女士优先，你先说。我们分手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妈说你太不爷们儿了。我怎么就不爷们儿了？我那叫大家和平相处不好吗？那你自己和平去吧。我，欣欣，我。 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这口气必须出。你告诉我你想要长什么样，我挨个幼儿园找，我必须办。看你那点出息，还要打小孩？我打小孩干嘛呀？我找他爹，这口气必须出。我一个电话，兄弟们到位。不是，大飞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我闹心。这不给你出气呢吗？出什么气呀？我能打小孩吗？ 我要打小孩，我一个大嘴巴，我不就给他招合理了吗？再说了，他爹，我也不是怕他爹，我那不是怕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吗？你能不能知道点事儿的重点？
重点是欣欣要跟我分手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说因为啥？因为他怂，他胆小怕事儿。我怎么我就胆小怕事儿了？我小事儿我都能忍，大事儿我怕过吗？我？那你跟我说说，你从小到大有啥大事儿？你说我听。不是我求婚这事儿小吗？大成了吧？我不是你因为啥呀？因为啥？因为啥呀？因为你怂，因为你不够爷们儿。我怎么就不够爷们儿了？我你够爷们儿吗？我不爷们儿吗？你够爷们儿吗？我不爷们儿吗？你够你够爷们儿，你够爷们儿，来。你够爷们儿，你把他干了。不是你把他干了呀？我干了。你干呀？我干呀。你倒是干呀？不是，干嘛呀？这是。哎，对了，我干了。漂亮。漂亮漂亮漂亮。你俩在一起有两年了吧？说分就分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可我一看到吕姐那不争气的样子，我就来气。她就那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以前觉得吕姐这个人老实，对我又好，我就没想那么多。嗯，那你现在嫌弃人家了？这不是家里人催着我结婚吗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家里人怎么能放心把我嫁给他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要不要试试？什么办法？相亲呢，宝贝儿。相亲？嗯。别一惊一乍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你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嗯，这谁呀？看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我们昨天还在一起，这……老板，这一下你可没戏了。一看那大哥就有钱，我怎么就完了我？干嘛呀？给大飞打电话。喂，喂，大飞，你赶紧给我弄辆好车过来。安先生，我其实对你们古董行业不是很了解。其实没关系，欣欣小姐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不了解到了解，不喜欢到喜欢，我相信欣欣小姐肯定会喜欢的。一直都是我在说，不好意思啊，也不知道欣欣小姐对我的感觉。你很好，人长得又帅，事业有成，应该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吧？哪有？其实我呢，我不是来相亲的，我只是想气气我男朋友。哦，
那。大飞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不是刀呢，我找刀呢。我兄弟一会儿就到，今天我必须办他。不，别，别闹啊，大飞，别闹。别拦他，来，刀呢？刀呢？不是，刀呢？哎呀，别，大飞，别闹了，行吗？嘿，拉那个车上了，拉那个车。拉车上了。来来来，人呢？我那人肯定到。我那杀人群你还记得吗？记着。我群发了，我兄弟一会儿就到。你放心，一会儿就到。谢。别，大飞，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借个跑车撑个场面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这样兄弟，我在车上说的话还记得？记得。冲屁屁。气场要狠，说话要稳，办事儿还得损。对，记住了。好，都记住了。好。如果要有事儿，你摆手，我马上进去。好，向南，你看着他呢，啊，去吧。不是兄弟，行，你都记住了。不是，最主要的是气势。这位是你同学是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俩闹了点小矛盾，添麻烦了。这位是……哦，哎呦，真是，我们俩心连心，哎呀，这交流也太困难了，这个我们俩。都已经心连心了，你的心我的心，穿一串儿，穿一株幸运草。这个，下午就登记去了。这是车，哎，车看见了，下午登记去了。哎，这，哦，这就是你刚刚说的男朋友吧？啊？啊，会说话呀！笑什么呢？太尴尬了，不好意思。笑什么呢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李姐，这位是安森，是做古董生意的。哦，厉害，古董生意好啊，这个见识广。哎，这个。您可以帮着鉴赏鉴赏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我小心眼儿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龙坠，皇上御赐的，哎，一般人不能碰。哎，既然朋友都来了，那就给我做个见证呗。来，欣欣，嫁给我吧，欣欣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欣欣。哎，啊，欣欣，你男朋友挺好的，我呢就不打扰两位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这女人抢不着，改抢车了。我就不打扰你求婚了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兄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松手。哎，快点，哎，给我松手，没完了是吧？大飞，大飞。大飞，快来！这要动手啊！就是我这，哎，森哥，啊，您在这儿呢。哎，松上。森哥，误会。大飞，误会。这是你朋友啊？啊，这不大家都是朋友吗？误会了。大飞哥。这车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不专门给你送车来的吗？保养完了，车也洗干净了。
专门给你送过来了，免得您再跑一趟。我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免费服务，只针对我们的 VVVIP 客户。您是我们的大客户。哎，三哥，欣欣小姐，你男朋友挺幽默啊。哎，慢走啊。我怎么知道这事就这么寸呢？欣欣，我也没想到。欣欣，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欣欣，别走。欣欣，欣欣，放手。我，嘿，欣欣，你听我说。欣欣姐，那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长得多像西门庆啊。你还说别人，你心里不会难受吗？我不难受，我能上这儿来吗？欣欣，谁让你来装大款的呀？我不是怕你跟别人跑了，我才出此下策的吗？李姐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爷们儿一点，像个男人？欣欣，嫁给我吧，我非你不娶。太男人了，我都感动了，感动想哭，你不感动吗？李姐，要么你改变，要么分手。欣欣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停车，怎么了？坏肚子了，哎呦，就你事儿多。我能想到最冷。就你会耽误时间。我靠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欣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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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手！我错了，欣欣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欣欣，欣欣，欣欣，放手！欣欣，我错了。什么？欣欣，哎，兄弟，起来！这事儿确实赖我，所以这事儿确实赖我。可是我跟你说这事儿，哎我，这怎么能找回来？是呀，没饭吃啊，没有钱。你瞎呀？你是不是瞎？哎，大飞，怎么的？你说怎么的？别，误会都谁给你误会？大飞，打不打兄弟？现在就叫人打不打兄弟？行了，都是误会。自己闹去吧。来啊！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来啊！等着，来啊！哎呀，森哥，四舅老爷，东子，赶紧给我把咱们所有的收藏者杂志找过来。哦，舅老爷，走，叫谁舅老爷呢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叫森哥，森哥。不是，那也不能插辈儿啊。什么辈儿的？这都进城了，别给我把农村那套带过来。啊，那么的，孙哥，孙哥，你们这电动车不拖了，改拖快递车了。是，这电动车不好卖啊。
你这里面装的还啥？你看这个个都是惊喜，跟没枪似的。你们这天天偷鸡摸狗的，除了赶偷快递还能干什么呀？是发不了大财，但是那个森哥你不知道，现在的买卖都不好干呐。前天老三那干的活，谁知道那哥们是练散打的，那家伙把老三给毛的，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我行了行了行了，老三这事儿属于意外，你们不要因为老三这事儿就畏手畏脚的，什么都不敢干啊。行了，行，我干我干。凤，你跟那大哥聊了一个多月了，一毛钱都没聊出来，什么情况？别提了，那大哥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简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那我说我爸病了吧，他说他要来看。那我说我借高利贷了，他又问我是哪家的。森哥，给我拿走。现在你们每个人给我仔细认真的找，红色的掉这儿，听明白没？嗯。这事都怪大飞，你说你看哪辆车不行，你非开这辆。对，这事儿确实怨我，但是兄弟你别气馁，这个面子我一定给你找回来。大飞，你不用给我面子找回来，你给我把欣欣找回来就行。哎，男，哎，你觉得男明星哪个长得最爷们儿？孙红雷啊，尤其是《征服》里的孙红雷。嗯，把你打造成孙红雷。把我打造成孙红雷？嗯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要让欣欣姐看看你爷们儿的样子。她就喜欢爷们儿。老九，看见没？只要把东西搞到手，森哥那车就是你的。不用，三哥，咱俩什么关系？你让我坐会儿就行了。老九，得敢想，啊！风儿，森哥，森哥知道你喜欢包，只要这趟买卖成了，我们去香港，你想买什么包就买什么包。咱去哪头啊？故宫。故宫，你能进去啊？买票也能进啊。你给我闭嘴。就是他，给我把这个人找到。看见了吗？这是我们小区最彪悍的一条狗，我特地借过来训练。你这次一定要成功，眼神一定要狠，就跟瞅见杀父仇人一样。不是，大飞，你有病啊？咋的？我爸让狗咬死了？哎呦，比喻，兄弟，比喻，比喻，来，给我学一下。你瞅啥？你瞅啥？眉毛立正，眼神一定要硬。挺胸，你瞅啥？你瞅啥？瞅我干啥玩意儿？瞅他！再来一遍啊！你瞅啥？你瞅啥？对喽，别废话，别废话，消停的，消停的，就这样，特别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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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是他吗？好像是他。什么好像是？专业点啊！欣欣，走，走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走了，来。
你入行快一个月了吧？师傅也没给你什么机会。这样，这回啊，你去锻炼一下去。不是，师傅，咱们在这个地方下手，肯定会被抓住打死的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给你个机会，别不知道好歹啊！师傅回头吃饭都有了，能亏待你吗？ 是师傅，但是师傅，我万一要是被抓了，到时候你可得来救我呀！哎呀，怎么说，师傅也是这行业的领军人物，是不是？全身而退的本事还是有的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师傅今天就教你个行技呢，啊！师傅。 这叫乔装打扮，来，给你扮上。啊，不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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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来，不是。 师傅，咱不是刚吃完饭吗？吃什么吃？这是给你吃了吗？哎，我，哎，为师教你的做贼基本法则，你还记得吗？嗯，没事，为师再给你重复一遍。 就是打死也不能说，啊？嗯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才呀，啊？哎，加油，去吧。师傅，哎呀，自信点，快去，去吧，哎，走。 来来，把这个戴上。好多了，我能行吗？一说话就露怯了。我刚教完你吗？彪悍一点，聪明点。你瞅啥？这别废话，爷们儿。这才对了。不是，我这还有点没底。没什么底呀。 这会儿你就给欣欣打电话，你就约他吧，你是现在就约他，你方方面面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，爷们点。行，老九，怎么样？那你们一定给我弄到手啊，三哥，你就签好吧，啊。 铁总，铁哥，我呀给您汇报一个好消息，我弄到一物件，宫里的，皇上的，我两三天就能拿到货，我只要一拿到货就跟您联系。铁哥，咱还是老规矩，您给我打10%的定金，活动资金，您看怎么样？得嘞，铁哥，那我只要一拿到货就跟您联系。 你怎么了？你大男人，健身房怎么还有这样的变态啊？可不是嘛，还装成女人去偷内衣，这种变态就是欠揍。
好，请问你找哪位？你好，便衣警察，我在跟踪一个变态盗窃人员啊，我在这里面四处看一下，你知道情况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刚抓住一个变态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这爽，爽呀！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虽然他犯罪了，但是你们这么打啊，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是吧？来，哦，是闭嘴，老实点，可算是逮着你了。我们没报警吧？是这样，我们所最近老是得到群众举报啊，说这个变态小偷啊。我们所对这个非常重视，派我们变装蹲点儿。我正好发现这个人形迹可疑，就跟到咱们健身房了。哎，那什么，各位没丢什么东西吧？应该没有，还没偷就被我们抓到了。那好，那我把人带走了。走。哎，老实点。绳子来了。哎呀。快点，快走！叔，叔，别说话。小姐，叔，慢点。哎呀，他没有事，坚强点，这玩意以后爬楼用得着。行了，别喊了，这打是个必经的过程，是吧？谁买过他？师傅当年被打的比你可惨多了，这算什么？这说明你成熟了。哎，拿来吧。没看着啊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师傅，你真的打算是败了？别。不是说小菜一碟吗？不是说没问题吗？东西呢？三哥，其实这件事完全不是我们失手，俺俩这一趟也那也没看见龙春，咱是不是小心有误啊？放屁！我亲眼看见那男的给那女的戴上，我说老九，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找理由呢？啊？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三哥，那他俩不也就偷个电瓶车吗？还能偷来什么值钱的呀？这回可倒好，这龙坠都没见着，就被人给打成这样了。该。三哥，要不这样，以后再有这种活，你让大凤给咱去，行不行？东西要真找不着，也别说咱急出来。你说这。女厕所，女更衣室，咱老爷们也进不去啊！我徒弟要不是被乔装打扮，能被人发现吗？能被人打成这样吗？哎呀，多好的小伙儿，多可怜呐！俺徒弟真可怜，给人打的，哎呦，满头心疼了，妈呀，妈呀！行了，老九，你别把村里那套给我在这演啊！凤，跟他们去。我才不去呢！这万一我要是跟他们一样被打了，我去。你瞅啥？只身墨镜晚上戴，看着实在太哇塞。
兄弟，你那边到底拖不拖底啊？啊？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你放心，兄弟，我那边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别脸砸了就行。肯定不还手吧？对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别磨叽。那小东西就把你俩吓成这样，那还小啊！师傅，我都暴露一回了，这还咋下手啊？你等着。嗯。师傅都给你想好了。等会儿。一会儿贼带上，今天为师出马，给你露一手，你主要负责盯梢，好好学习去。嗯，听明白了没？嗯。李姐，你瞅啥？我认错人了。哎，欣欣，是我。你没事吧？别废话啊！你是不是吃炸药了？我爷们儿不？我看你瞪着眼珠子，瞪得挺累的。是，装爷们儿是挺累。我让你爷们儿一点，不是让你在这瞪眼珠子。我明白了，你等我。喂。哎，兄弟。哎，大飞，你那兄弟在哪儿呢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啊，我这心里是有点不托底。哎呀，穿一身黑。一看就跟社会人似的，老瞅你。金身墨镜晚上戴，看这是在探发赛。嗯。行行行，我记住了。你放心大胆的演吧。好，好啊。请问要点些什么？三杯白开水，一杯三十。拿了一杯吧。哎。哎，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没上哪儿啊。哎，嗯，那大哥身上带的是不是我们要找龙珠啊？我咋看不见呢？这你能看见啊？你看，俺就说森哥情报有误吧，那龙珠在恁大哥身上吗？师傅，那大哥瞅着挺狠，能行不？给你吓那样，那一看就是装的。那大哥咋一直看着我们？没事，文说，明白吗？哦。那几个人怎么老瞅咱们呀？瞅就瞅呗。那能行吗？那大哥过来了，
那你就别看他，啊，师傅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去当洗手间啊。哎，是我，是我。你瞅啥呢？这什么情况呀？没瞅啥呀。别废话，问你瞅啥呢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是不是认错？我去。嗯，师傅。哎，李贤，你干嘛呀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走走，怎么了？你赢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打死你？我见你一次打你，干嘛呀？李贤，你搞错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整错了你？你不认识我？我是大飞小弟。不是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谁呀？你干啥呀？你不是英雄救美的吗？这人也来了，钱也花了，这整这啥事儿啊？回去大飞哥不得挑我理啊？要不你来一下子？你这给我滚！玩我是吧？没有没有，误会。欣欣，欣欣，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欣欣，这咋回事啊？欣欣，哎，过来过来。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欣欣，真是误会。欣欣，欣欣，不是欣欣，欣欣，你看你至于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至于吗？你们组团练骗我，你说的至于吗？我不是想让你觉得我更爷们儿一点吗？我是想让你更爷们儿一点，但是我没让你找人来骗我呀。我骗子。我，哎，欣欣，欣欣，你欣欣，你听我解释，欣欣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欣欣，我欣欣，欣欣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欣欣，我再也不干了。欣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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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欣欣。学会了吧？什么呀？刚才师傅叫走为上策，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他多少人？还有，那两个帮手你看出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师傅早就看出来了，做贼就应该做到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学去吧。哎呀，这嘴咋这么硬呢？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还在那吹呢？不是，大凤，又不是你来呀，啊，啊，你别跑啊，你来。废话，那我不去喊你们去啊？哥哥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没空。哥哥，我一看你就是好人。别闹！别闹！哥哥，师傅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暴脾气。你给我起来！神经病啊你！说你好也不行，坏也不行。我是神经病。我就是神经病。不是大飞，你这出的是什么损招啊？哎，不是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啊？你瞅你找那俩人，完事儿都完事儿了，非得伸脸让我打一下，能不穿帮吗？哎，不是。哎，我承认我请那两人脑子确实有问题，我承认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人家都让咱白打了，咱们要求还那么高，合适吗，兄弟？哎，真没事儿。这下欣欣肯定得跟我分手。哎，这咱们这么着行吗，兄弟？回去我去跟那娘们谈。你。你去跟他说，行不行？你把什么责任都往我身上推，全怪我，行吗？大飞，你走吧。兄弟，不是，走吧。兄弟，我，
好看就算了吧，咱俩别找。这都几天了，连个影都没找到，算了吧。我这手机都不敢开，全问我要快递的。这得赔人家多少钱？你别说了行不行？那闹不闹心啊？要不然咱俩去跟客户好好说说，再多宽限几天，你说呢？有用吗？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世上还是好人多，张嘴三分力，万一人家不追究呢？我觉得行，我说真的。废物，都一群废物，废物。哎，等等，你听我说，三哥，这事真不怪我们。第一，咱们这情报可真有误啊。第二，这个，你昨天是没去，那大哥气场太大了。什么大哥？哪个大哥？我都调查过了，他就是个厨子。他不可能是个厨子吧？厨子哪能那么厉害呢？所以上次就给我打嘴巴子。那个嘴巴子打得可响了。别说话，没眼高低你看不出来。三哥，那东西人家天天戴脖子上，这确实不好下手啊。偷不着是吧？偷不着就给我去抢。但是抢劫不是咱们的专业呀。你什么专业的？别说话了。这当然，他如果是个厨子，咱也能抢，是不是啊？能抢，能抢，能抢是吧？能抢是吧？给我抢！来，怎么还生气呢？我也没想让他怎么样啊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勇敢一点。男人的勇敢啊，有时候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就像你们第一次相遇那样。谢谢你。他那会儿完全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那时候是谁啊？天天跟我说，李姐啊，是我的大英雄，我多么多么崇拜他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他以前是我的大英雄啊，但是他现在变了。星星啊，要不你再让劫匪劫一次吧，是吧？上哪里找劫匪去啊？谁啊？姐，你们好，我们是送快递的。快递呢？我们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快递的事儿。快递？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家是英雄世家，从你爷爷的爷爷那边开始，每一代人都是英雄。我们分手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妈说你太不爷们了。咱们家这龙坠啊，也该传给你了，希望你能继承咱家的勇气。抢劫？犯法的事我们可干不了。抢劫？我就是让你们假装劫匪去吓唬一下他，又没让你们真的去抢劫，看你们俩怂的。
放心吧。这不是怂的事，我们就一个送快递的，这抢劫我们干不了，西更演不了，演不了，演不了。行吧，赔快递吧。一个手机5780，我还得去投诉你们。别姐，再商量一下呗。看我们俩这车也不也被抢了吗？对，被抢了。那我可不管。这样吧，你们要是帮我这个忙呢，快递的事儿我不但不追究了，我还不用你们赔钱。那也行。行什么行啊？姐，我问一下，就是怎么才算成功呢？只要他动手打你们就行。还得挨揍啊？送快递挨揍？挨揍干不了。走。一拳100，一脚200，出血500。哎，行。没事儿吧？看这样，估计一宿没睡。兄弟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大海呀，那么大呀，全是嘎啦虾。嘎啦虾不行，还有鱼。来信息了，电话响了。兄弟没事啊，兄弟。发消息了，哎，真是那娘们儿，别说话呢你，快点，我骗你干嘛？你看呢？这个怎么卖？15块。15？便宜点呗，啊，10块。小本生意我们这赚不了多少钱。哥们儿，咱们拼一下子呗，我俩也买。你们还团购啊？老板，我们认识啊。对，你不是那谁家那小谁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你不是谁家那谁吗？这咱们认识啊，没问题，来给您签啊。来，给您，来，给你，走了啊。打好了，哎，走。哎，师傅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新情况？没动啊，我在看啊。行，我们准备动手。哎，你是不是瞎呀？这师傅，怎么又来俩人啊？不会又是他的小弟吧？什么他妈的小弟啊？这是？哎，这俩人是和我们一起买面具的，估摸这是碰到通道中人了呀。看来也是奔着龙之儿去的。那咋办啊？哎，没事，我们给他来一个螳螂捕巧，黄蝉在后，等他们结完再能下手。星星，抢劫！星星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二位兄弟是道上的吧？
那咱们就按道上的规矩来啊，好不好？我把钱给你们，但是不要伤害我们，好吧？这火来钱快，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呀？那女的钱包呢？啊？对，女的钱包要拿来。谢谢，把钱给他们。诺，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，你就这么懦弱？我这是保护你，他们俩手里都拿着刀呢。哎，刀没了。这样吧，咱们打一架吧，这钱我们也不要了。对，这样不拿刀了，你看公平了吧？行不行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？他是觉得咱们两个人，他这样不公平，你觉得呢？嗯。这样，我们两个人，你随便选一个人，你看谁好欺负，你就找一个单挑。不是，刚才不是打劫吗？改碰瓷了，能不能专业点啊？选一个也不行啊，要不这样，我俩不还手，你随便打，你看行不行？选一个。欣欣，咱们走，这俩一看就不是专业打劫的，碰瓷的，绝对不能动手，一动手就赖上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们目的很单纯，我们纯粹就是找打，我们俩你随便打，随便踢，保证不讹你。什么情况？有病啊！神经病啊！变态啊！对啊，咱俩是变态。变态！来呀！打变态！打变态呀！来！打我呀！打我！欣欣，咱们走。李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。来打变态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来呀！来呀！赶紧吃点药吧，欣欣，欣欣，你等等我，欣欣。怪不得大姐要练他呢，太怂了。这下可倒好，一拳也没挨。本来能寻思挣不少钱呢，哎呀，这怂胆包。走吧，这叫啥事儿啊？是啊。哎，师傅，打劫还有不欢而散的吗？好像没见过。赶紧去吧！哎，回来把面具戴上。哎，欣欣，李姐，我就不该对你有幻想。那我非得回去打他们呗？你非得让我出点什么事你才动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欣欣。不行啊，师傅，腿麻了，太难受了。你俩这衣服换挺快呀、啊，没完了，是不是没完了？咋的？换套衣服还可我一个人欺负，是不是？啊？啥意思啊？不是你俩干啥呀、啊？改踢他我死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接着动，是不是没完了？可我一个人欺负，是不是？你俩干嘛呢？师傅，师傅。让你打吧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俩是废物吧。我不是脚麻了吗？你们两个就是俩废物，放了，走。就让人给打。不行，警察走。
不要这么说。对不起，安欣欣，我到最后还是没变成你想要的爷们儿。我是我的错，你不用爷们儿，你现在非常好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你说。理解是吧？啊，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可以回家出院了。啊，欣欣，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又玩我是吧？没有，我昨天晚上可勇敢了，那几个人都让我打了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李姐，我年纪不小了，玩不起了。不是，不是呀，欣欣，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谢谢你陪了我这么久，对不起。欣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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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咱俩这是来偷东西，还需要这么在乎客户的感受啊？哎呀，能不能说话声小一点啊？我们是来偷东西的，这个东西很贵重，不能留下指纹和脚印，明白吗？哦，赶紧穿上。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我们吧，我们哥俩也尽力了。你们胆儿也太大了吧？我们真的尽力了啊！我说你们下手也太狠了啊！我还没找你们呢，你们自己倒找上门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咋没明白呢？人都脑震荡了。气的呀！哎呦，我的天，这气性也太大了，气都能气成脑震荡啊！你们还跟我装，再跟我装，打完的人上车来装可怜。哎，
讹上了，看见没？讹上了。不是不是，怎么还讹上了？他俩前脚走，我俩就跑了。对呀、啊，碰都没碰着。不是你们两个打的？我俩打的，我们还敢来吗？我们还想挨打挣两钱呢。对呀、啊。行了，快递不用你们俩赔了，走吧。哎，欣欣，要不然让他们再试一次吧。不用了。再见。不是，就因为这点小事就分手了？哎，正常，这正常，就这哥们儿，不但是窝囊，还有点鸡贼。走吧。哎，三哥，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出来，不会让人给抓了吧？要说这点事儿，你还是可以放心。老九从小就在村里上房揭瓦的，就没下过地。这二楼问题不大。嗯。哎，三哥来了来了。哎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这徒弟是不能要了，把我从楼上给推下来了。跳下来没站住啊？站住了，就是脚崴了。师傅，你傻呀？怎么还推你师傅呢？这还好是二楼，要是七楼八楼的，你还不得把我推坏了场下？啊，师傅，不是，这事儿真的不怨我。是你发的鞋套不防滑呀，滚一边去吧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以后注意啊，赶紧把东西拿来。不是，东西呢？东西呢？东西我们也没找着呀。你去给东子从楼上推下来，然后你也跳下来，你俩一块收拾收拾，去世得了。真是个废物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滚！师傅，我背着你吧。用不着，这什么？哎，听着什么没有？你就是个废物啊！对不起，师傅。师傅。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是不是瞎？啊，别碰我！师傅，啊，没有啊。师傅，别碰我。大飞，你劝劝，饭也不吃，店也不开了。佳儿，刘哥，我去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我替你教训他。刘哥，不好意思，那天酒吧的事没办明白。咋了？大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刘哥。大飞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震荡了，咱们得找他去。咱们不是你振动点行吗？一会儿咱们找那娘们儿，咱们说道说道行吗？说什么呢？不是老板，咱就算是分手了，那你也得再努力一把。有用没用的，咱也得把话说清楚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闷棍咱不能白挨是吧，兄弟？咱们这样行不行，兄弟？我一会儿给你找俩妞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哎，咱们上南门口气气他，行不行？男，哎，哪儿来的妞啊？这漂亮的妞在这儿吗？这不是？去你的！笑不笑？怎么着，兄弟？你兜里还有钱吗？嗯。
你说这小区要都像那个大姐那样也行，演个戏至少不用赔钱。要不是那哥们窝囊，怎么没准不少赚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觉得这是个产业。哎，你看他电视里演的，有个人挂这个大牌子，让人打一拳就给10块钱，我觉得咱俩就能干。别做梦了，就你这营养不良的体格，一电炮再给您打骨灰盒里去，10块钱寿衣都买不起。切，行了，你别叨叨了，咱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行，这不是那个窝囊废吗？我行，我去。哎呦我的天！刚分手就又找了一个，太不要脸了。哎，你说。咱俩要是上去给那大姐出气，没准还得给好处呢。我觉得至少能请咱俩吃顿饭。走。哎，一会儿见到青青姐，好好认个错啊。窝囊废！就你这样还想脚踏两只船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俩要是不说话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们俩，真是冤家路窄。你想怎么地？你还能怎么地？你怎么地？你们谁啊？干嘛？给我绑起来！绑起来！来呀！不来吗？哎。我问你们话呢，为什么跟我兄弟过不去？不是，你俩到底要干啥呀？一次次的，我怎么招惹你们俩了？我们是被指使的。对，我们是被指使的。谁指使你们俩？这谁指使的？这不能说呀，这是个秘密，这是个秘密。秘密，来，给棒上，给棒上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！闭嘴！不能说的秘密。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没事儿。别动，没事儿。轻点儿，疼。你们说咱们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这一点进展都没有。要不咱们干点小活得了？你俩可得了吧，就你俩那智商，还能做了什么大买卖？咱们这个偷也偷了，抢也抢了，是吧？揍也挨了，笑也歪了，这不定啥名目啊？这就是我牙签被打掉了。三哥，你倒是想想法子啊！你不是说咱还去香港买包的吗？行了，都别说了。我有一个万全之策。唉，星星姐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哥，我们也是出于好心，先把这边拿下去吧。不是，哥，我都低血糖了，我俩一天没吃饭了，你就放了我们吧。大飞啊，别，放了你们俩可以，但是你们俩得帮我们一个忙。又帮忙？不是，你们就好好处对象呗，老折腾我们俩干嘛呀？慢点。哥，你放心，包在我们俩身上啊，随便打。照这么一来，我们不管这个吊坠是在男的身上，还是在女的身上，我肯定保证万无一失。三哥，你太厉害了。那咱们是绑女的还是绑男的呀？肯定是绑女的呀！你给我闭嘴，别说话。绑架我？你要想把你男朋友胆量逼出来，
光靠我们俩吓唬那肯定不行的。对，舍不着孩子，套不着狼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没这心情。哎，我倒觉得可以试试。我陪你一起去吧，还能有个照应，那不就穿帮了吗？我怕你两个人万一耍什么花样。不行，我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当做是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如果这次李姐她还没有这个胆，那我都赞同你跟她分手。真的，我问问他们到哪儿了。喂，你俩到哪儿了？马上到了，姐。哎，行行行行，那赶紧的，快点啊！哎，好，那挂了。啊，再等一下吧。嗯。你说这俩人不能出什么问题吧？你放心吧，那俩人看着多老实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不是，就是老实我才怕的。穿帮了怎么办？人家是老实，又不是傻，放心吧。你快点打！快点打！喂，你好。什么你好？说正事，提龙锥的事。啊，你女朋友在我们手里，如果想要她活命的话，赶紧拿着龙锥来换，不然我们就撕票。喂喂，完了，紧张了。这家跟我说一大堆，没告诉我地址就给挂了。不是，他们俩不是穿帮了吧？不行，我得给他俩打回去问问。喂，你俩是不是紧张了？你到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呀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啊，咱俩加个微信得了呗。我在旧仓库二号院啊。不许报警，否则马上撕票！哎，李姐，救命啊！我被绑架了！听见了吗？别报警啊！哎，还不错，欣欣肯定信了。我就说没问题吧，放心。加油！我去换套衣服。这你又从店里偷出来的呀？这回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自己朋友都。等着啊，兄弟，等着。哎，英雄范儿十足啊！加油吧，兄弟。放心吧，老板。啊，你这回英雄救美，千万千万别搞砸啊！不可能。来，
完美呀！走了啊，走，加油！加油！麦少侠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师傅，哎，师傅来了。完事儿了，开始了吗？对啊，大姐，咱们赶紧绑架吧，家伙事都准备好了。但人你们不是已经绑走了吗？是绑了。不是你看你咋又讹人啊？我们还没动手你就讹人，完了，人已经被别人绑走了。不是，出大事了，赶紧给大飞打电话，现在打。快！吃饱了就打人是吧？你俩谁呀？俺们绑架了。你要你女朋友还是小龙钻？你猜。追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男朋友胆太小了。哦，知道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行不行？你跟着啊，是不是？哥从来不骗媳妇儿，哥不骗媳妇儿的。哎呀，你别叫了，等四哥回来再叫，给哥哥几回多好啊！哎，是不是？哎。好不好？欣欣，没事吧？欣欣，我这不来了吗？李姐，我以为不要我了。快跑！站住！你终于叫出来。啊，欣欣，你先跑，我去掩盖他。那你怎么办？没事，他们要的是龙坠，你先跑，先去报警。小心点。来呀，龙坠在这儿呢。欣欣。阿三先生，有人绑架我们，赶紧上车。站住！你小子咋说还挺黑的？啊，跑跑，让你跑！三哥，李姐，阿三。你小子运气不错，我这偷也偷不着，你抢也抢不着你。女朋友你得要吧？要，赶紧把龙坠给我拿过来。那这样，咱们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龙坠，行不行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艾森，今天欣欣少一根汗毛，我立马把龙坠扔下去。你扔一下试试看。好。
好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龙坠，好吧？好，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我们龙坠不要了，我们也不报警，咱们这事儿就算是完了，好吧？我答应你。 你让那两位兄弟往后撤，你们俩往后。你给我等等！谢谢。那行，那咱们这事儿就算是完了，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谢谢，没事吧？ 这两个人啊，可不能留。走，走。嘿，哎，三，你说我还不算数啊？我答应你了，他俩可没有。打我？打他？哎呀！哎，警察！ 走走走走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怕，不，听我说，咱们俩的分头走，你开我的车先走啊。 听话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。不会丢下我的，三哥把警察引开，就立刻去找你，老地方见。好，快。三哥，你一定要来。好，我一定会来，快走。 龙坠儿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有伤着。别补了，带走。 铁哥，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现在就过去找您。哎，您啊，就把钱给我准备好。哎，我赶紧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铁哥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是你的车吗？是啊。是你的。屁！去，给我站住！ 站住！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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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不是李哥吗？昨天晚上吃饱了吧？